欢迎收睇医松本周新闻精选，三分钟同你睇晒今个星期热门科技话题。随住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唔少人都会用手机嘅即时通讯功能，就唔使打电话。日前日本进行一项调查，超过七成年轻人有电话恐惧症，更加有人从来唔打电话，电话嘅联络人只有个位数。你又有冇电话恐惧症呢？华为 Mate 60系列销情极佳，超出品牌预期四成。有消息人士指，华为下年嘅手机目标出货量定为1亿部。